夫君，你尝尝。当今天下，西凉、大周两国以慕容城为界，势如水火。民间传说，大周国皇帝泾北侯魏商之独揽大权，残暴有为，大周国内忧外患，危矣。你不配拥有他的脸，处理干净，一点骨头渣都不许剩。是，侯爷。侯这一年娶俩，一死死一双，让我看看谁这么倒霉能被靖北侯看上。靖北侯向白家小姐提亲了，白大人硬刚靖北侯，嘿呦喂！爹，娘，我大喜的日子，哭什么？都是爹害了你啊！苦命的孩子啊，孩子，小姐，你不能嫁呀！不是，不是。别耽误了及时呀。大哥，叔叔来看我的时候要带上樊楼的烧鸡。吉时到，起轿。听说白大人参了靖北侯一本，我看这靖北侯八成就是报复。谁说不是呢？瞧这白府，硬生生把喜事办成了丧事儿。你们小声点，不要命了，若是被人听见了，啊，快走快走。走走走走。吓唬谁呢？反正都要死了，总不能当个饿死鬼吧？白家世代忠良，你个大奸臣！能给我陪葬，这是积了八辈子的仇，就凑乐去吧。
怕我？不怕。现在就怕成了这样，等下可别哭啊。何景九吗？我去端。怎么了？不喝？还是换成桌子上那两杯？匕首可不是这么用的。首先，刀鞘是山大人的。搁这里。起身了，侯爷请你过去。就来。我那吹毛可断的大刀呢？还有那用一只烧鸡换来的毒药。烧鸡。这不是我的匕首吗？完了完了，这桌菜肯定有毒。坐那么远做什么？坐这里。是，侯爷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侯爷。不对，再叫。魏大人。再叫。夫君。坐下用膳吧。侯爷，你想先吃，夫君你想先吃什么？吃个虾吧，健康补血。毒死你，我让你活不过今天。难道是剂量不够？再来几只吧。我看你的脸臭得像烂虾，毒不死你，毒死你。怎么还没反应？这人胃口怎么这么好？我看你还不倒下。
对啊，是头大象都毒死了，难道菜里没下毒？你，嗯，耍我。嗯，等下陪你回门。回门？让我凶狠我就凶狠，但我多没面子。白家的人给你赌气，这狗坏得很。方才说的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夫君，喝茶吗？没有毒的。爹娘，我新买的包子你们吃吗？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你妹妹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居然还吃得下包子？爹娘，静美猴他其实……走，我们去接阿芷回家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要干什么？青天白日的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叫了！救救命！我只是想破你衣服来着。你最好乖一点，要不然为夫若是也不小心手抖了，阿芷这张脸怕是要毁了。老爷夫人，霍的小姐回来了。啊，走。不是，哎，你们，你，夫人在外头注意举止，影响不好。我没有，你颠倒黑白。多谢夫人夸奖。爹娘，岳父大人，不请本侯进去坐坐。包子。谢谢大公子。女儿都活着回来了，你摆什么臭脸色？我们白家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一家人之间讲这些虚礼做什么？您说是吗，岳父大人？你，爹，别生气，阿芷还在呢。侯爷，啊不，妹夫，拿开。嘿，成亲了就是不一样啊，金贵了，你看还不让摸了。阿芷，跟我过来。是，松开，夫君，松开。爹，爹。阿芷，当着白家列祖列宗的面，把你出嫁前的话再说一遍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白芷和魏尚之势不两立，明日出嫁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为父棺材都准备好了，你竟然与那奸臣如此亲密。嘿，白家世代忠良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眼口？
爹，我没有。爹爹，放手！魏双枝，你放手！本官教育自己的女儿，用不着外人插手。跪下，不许跪。起来！哎呦，爹，妹夫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这都法治社会了，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解决吗？午膳已经准备好了，阿芷，快带侯爷去。啊，对对对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走。起来。白爹，我告诉你，老娘就不管你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只要阿芷活着。你们男人的事情，这是阿芷做什么？都听夫人的，都听夫人的。走。哎呦！吃饭。夫人，抱我一下。嗯，自己不。多大的人了，还要外人帮你剥虾？不用了。侯爷，要是吃不惯我们白府的粗茶淡饭，门在那边，侯爷请自便。女婿。刚炸好的丸子，你尝一下。我最喜欢吃娘做的炸丸子了，谢谢娘。哎，行，儿子，筷子耍得好。来，夫人吃一个。坐下，好好吃饭。看来还是侯府的菜合你胃口。我们白府吃惯了粗茶淡饭。吃不惯你侯府的山珍海味。是的，爹爹说的是。慢点吃，不着急。来。不吃了。啊，没吃几口呢。你可想好了？嗯，苏秋想好了，无论生死，苏秋都愿追随小姐。嗯，小姐等等我。苏秋。小姐请。天王盖地虎，十二百五。
号外号外！白家小姐居然竖着回门了，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真相都在。什么鬼啊！这年头还有人相信靖北侯会有真爱？我磕到了。你看，我也磕到了。是枝夫妇，给我冲！素秋，怎么了？这靖北侯真不是个东西。可别胡说，你彪命了。怕什么？就算是死，奴婢也肯定死在小姐前头。可是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想吃烧鸡、糖葫芦、炸丸子、松糕、豆汁儿、红烧肉。都听清楚了吗？让膳房去做。侯爷应命。侯爷，您说让膳房做什么？松糕、豆汁儿、糖葫芦、炸丸子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侯爷应命。哎，跟我过来。哎，小姐，嗯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大周热事榜啊，都爆了。他那前六任啊，死的都特别惨。那第一任呢、啊，被悬在城墙上，悬尸三日。第二任暴毙，被扔在了乱葬岗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任，都被生吃了。还有那第六任，第六任啊，被刮花了脸，还被剁碎了胃口。炸丸子，吃不吃？嗯。那烧鸡呢？嗯？这是最后的晚餐吗？是啊。有毒的，你吃不吃？魏尚之，我吃就吃了，死就死了，拉着你也不亏。反正你破尸荒野没人收尸，不像我，我准备了自己的。魏尚之，你。你戏弄我？是啊，好吃吗？那便轮到为夫了。真的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人肉是酸的，我不好吃的。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要新鲜的才好吃。我一口一个。魏尚志。我月事来了，脏不好吃。是吗？来月事还能沐浴啊？刚来的。有了，传信给二公子，找人来救小姐。小姐，嗯，想不想看热闹？
我听说啊，外头有人来传旨，那靖北侯要倒霉了。真的？嗯，千真万确。啊，走，去看看。没想到二公子的人这么快就来了。小姐慢点儿。魏商之，你居然敢抗旨！你送的是哪门子的旨？见圣旨如见圣上，这是大不敬。走。快一点。嗯，那他呢？放心吧，死不了。川国，把人带下去。是，侯爷英明。走。苏修，嗯，去打听打听传圣旨的人在哪。好，收到。听说人脸颊两侧的肉最嫩了。侯爷英明，说说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呸！说你个头！魏生之，你欺负圣上年纪小，把持朝政，作恶多端，如今连圣旨都敢不接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哎，小姐，不好了！那靖北侯吃人肉喝人血，来传旨的那位大人怕是不好了。人在哪儿？膳房。走。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长了一张嘴？给我说。给我说！小姐，嘘！让你瞎说、胡说、乱说！哎呀，小姐，你看一眼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说！川谷，把人丢去地牢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阿芷，出来。忘了。出来。膳房刚做的，尝尝。你不喜欢啊？木要待在被子里，别把自己闷坏了。
小姐，都打探清楚了，那仆从被关在地牢里，脸上少了两块肉。啊，那不会就是他的肉吧？阿芷，等我。小晴，安全了，来。魏商之在耍什么把戏？问一百遍老子也是一样，老子就是圣上派来的。我不是来审你的，素秋，快过去帮他包扎一下。哦。那你是白家小姐？是，你别怕，现在外面没人，快走吧。是，小姐的二哥还在暮云城呢。快点，小姐，来不及了。可是，小姐，别可是了，再可是追兵都来了，到时候我们谁都走不掉。轻点儿，这可是白家小姐。素修小姐放心，我自然知道这是白家小姐，也是靖北侯夫人。狗哥，狗哥。你不是宫里的人。魏夫人如花似玉，冰雪聪明。放心，我对夫人没兴趣。是你自己的肉。我的肉？小姐有没有兴趣尝一下？很有嚼劲哦。这不是人肉。恭喜你答对了。我们做歹徒的呢，也是有原则的。白大人是个好人，你是他的女儿，只要你签了他，我们便放过你。我不会帮你们冤枉好人的。你看，这条就不对，然后还有这条也不对，这两条就完全不对。好人？他强征赋税，杀人如麻，把持朝政，只手遮天。外面的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你没有脑子的吗？我数三个数，签还是不签？一、二。二点九。
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啊，这只夫妇是不是真爱啊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对，脸颊上的肉最嫩了。你说魏商之他？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，我们公子不会饶了你的。白家公子深明大义，他会明白的。怪是怪你嫁错了人。他不是二公子派来的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看着这刀了吗？搁这虐狗呢。本侯又不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看你不爽已经很久了，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我不过去，你不动他？当然，我们做歹徒的也是有操守的。你们要什么？要你的命。你不讲武德，侯爷，把夫人带回去，其余人带走。是，侯爷英明。还不走？侯爷，查到了，是白青狼指使的。白青狼，哼，假传圣旨，他没这个胆子。继续查。是，侯爷，还有，白青狼要回京了。知道了。驾。夫人，想看侯爷，回去好好看便是。这黑不溜秋的，你能看见啥呀？我没看他。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哦，没什么，不过是想要侯爷的命罢了。对了，夫人，侯爷不是想关着您，只是这两日外头不太平。您不知道啊，侯爷为了抓住他们，已经两日没合眼了。这两日不要出门，要不然吃了你。苏兄，你带我去找找那些人都是怎么说靖北侯的。好的，小姐，你这就找对人了，你等着。皇上，这羊肉是从北边进贡来的，长到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呀是最嫩的。七八个月，皇上，这假传圣旨之事，这羊肉还是有些过嫩了，现在杀的话还为时过早。侯爷真是的，明明是河西赈灾粮，非要说是自己的寿礼。哎，你懂什么？侯爷这么安排自有他的道理。那还有陇西水患一事。
擦纸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是这样，妹夫呢怕你无聊，让我过来看看你。我看你这日子过得好像还不错。阿哲，啊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嗯，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靖北侯黑料合集，你怎么还在看这种东西啊？是不是苏秋给你的？都拿过来。大哥，还有这个，太过分了，丧尽天良。这个事儿啊，我真不好跟你解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上面的东西，那都是有心之人故意抹黑，做不得数的。啊，大哥，那我们去替他说清楚。啊。夫君，喝茶吗？你看啊，没有毒的。来，嗯，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好吃的？知道错了。知道了。错哪儿了？嗯，不该，不该怀疑你吃人肉，不该把坏人放走，不该吃人肉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还有下次啊？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了。哎，过来睡觉。像你这样的小姑娘，香香软软的，我一口一个。天王盖地，天王盖地无。你是二百五。夫人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您这耽误实在接不了啊，您饶了我吧。价钱不是问题。钱不钱的无所谓，实在是接不了啊。给多少都接不了啊。为什么呀？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一个人骂不过啊。下面全是骂的，大招热翅膀销量翻了三倍。大招热翅膀，夫人，哎，我做不到上去。哎，去！你俩的爱情还得靠我守护。小姐，二公子他回来了，他来接你回家了。二哥回来了。
二哥，你还舍得回来啊？二指挥，我回来了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。嗯。二哥。嗯，我在。我带你回家。二哥，我如今已经嫁人了，没有随随便便回去的道理。那就合理。魏尚之的不配。二哥，你别信外头那些传言，那些消息都是假的。你喜欢他？没有。那就跟我回去。走。二哥。阿芷，松手。你松手我就松手。该松手的人是你，魏商之，你凭什么强娶阿芷？你问过他的意思吗？白侍郎要强抢阿芷，你问过他的意思吗？他可愿意跟你走？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我要带阿芷回去。两姓联姻，这门亲事与你何干？阿芷，他娶你目的不纯，听话，跟我回家。哼，我的目的不纯，那你就纯了。白侍郎说话可真是双标啊。远点。这里是侯府，你在瞎闹些什么呀？跟我回去。阿芷的婚事你们凭什么做主？跟我回去。现在知道疼了？二哥也是着急。夫君，你不要怪他好不好？嗯。夫君，你真是个好人。给我发好人卡。不是的，你没吃过不是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夫人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只消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好好待着，不许乱跑。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心跳怎么这么厉害？你快走了。嗯。等我回来。谁要等你啊？
苏兄，你回来啦。小姐，嗯，听闻了你的婚事，二公子日夜兼程，赶了好几日才从暮云城赶回来，连休息都没休息。如今这么一闹，他怕是回去还要挨罚呢。嗯，不如你替我回家看看，帮我跟爹爹和大哥求个情。嗯，好的，小姐，包在奴婢身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快看，明日樊楼见，请阿芷听书。二公子叫你明天出去听话本，这不大好吧？夫君知道了会不开心的吧？你管他做什么呀？这可是最新的话本，明天首映，一票难求呢。那黄牛票都卖到黄金百两了。你看，那讲的可是叶家俊的故事。我来看看。嗯，二公子还特意从暮云城带了特产回来呢。哎，我还听说樊楼明天出了首映特定套餐，烧鸡套餐，只有首映有。那我去问一下夫君吧。不行，你要是问了，侯爷他不会让我们去的。小姐，去嘛。好。我就知道小姐最好了。各位客官请回吧，里面实在坐不下了，明日再来。你看看你啊，都怪你来晚了吧，人都受尽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明日再来。话说这叶家军啊，那随便挑一个出来，那都是个顶个的。这个叶小郎君年方15，便一人独闯在敌营。一剑便砍下了西凉狗贼翻云旗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阿芷，你可知叶家军对你我而言并非是个遥远的故事，而是我们。你如今与魏商之这般关系，我知道了真相该如何面对？陛下，坐。皇爷，这些奏书可都是弹劾你的，不如你顺便批一下。朕不说了还不成吗？皇爷，夫人去了樊楼。说。和白青狼。夫人顽劣，臣告退。这暮云城危急啊，叶家军悉数披挂上阵，叶小郎君奋力杀敌数十人，怎奈寡不敌众，终不力敌，被生擒活捉了呀。那西凉狗贼牧爷居然用叶小郎君的性命来威胁叶将军。怎么着，你快说呀，说呀。
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这叶将军便直接一箭射死了自己的儿子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多谢。二公子，小姐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打包的套餐。叶家满门忠义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二哥，为什么左师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。不会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嗯。阿赤，狼图腾是叶家军的军旗，在牧野那边，人人都佩戴着狼牙，这便是最高的褒奖。为什么是赢呢？是叶夫人的遗物，一定要保管好它。等以后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牧云城祭拜叶将军。二哥最好了。阿芷，未免他自私自利，仗着先帝宠信残害忠良，生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，直接把皇帝养成了傀儡。白侍郎这副口才，不去说说可惜了。阿芷，过来，不许过去。白姓郎，去别关三年，总该有些长进。说不是你的，就不是你的。就算你才识相奏书，弹劾侯爷也没用。不如省些银子，毕竟纸也不便宜。回去告诉魏圣旨，有些事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夫君，夫君，你等等我，夫君，夫君，你等等我，侯爷，魏圣旨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我是怕你生气。哦，我给你留了鸡腿的，限定款套餐，吃吧。啊，还有炸丸子，还有果酥糖、花生酥，我有的都给你，别生。不理就不理，狗男人。小姐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你的和离书很快就能拿到手了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和离书？嗯。
知止夫妇感情不和。又是谁在瞎说？半个时辰以内，我要看到最新一期。怎么会有人买热搜呢？是不是？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？是不是？那谁让他出门不等你？你叫他，他又不搭理。这男人啊，男人啊，都是狗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但是，老爷，大公子，二公子除外啊。我爹爹，兄长。还有我妹夫也都是。你直接报他名字了呗。对啊，他卫生师他。祖宗你可真敢说，不要命了。卫生师狗男人。狗男人。狗男人。郑国去查查素修。另外去叫白轩过来。属下明白。回一秒。林星。杀谁？这回不杀人。你扮作丫鬟去夫人的房里伺候，记下她的喜好。是。退下吧。妹儿啊，莫生气，气坏自己无人替，来吃个鸡腿消消气。男人嘛都好面是不是？你说你都让人家青青原上草了，还不许人家生气吗？他脑子不清楚，你也脑子不清楚啊。我跟我亲哥出去玩算哪门子青青草原？除非你们都不是我亲哥。你们不是我亲哥？妹儿啊，我跟你说过好多好多回了，那个事情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瞅啥？智障。骂谁呢？嘿，我跟你说我这就。大哥大哥。夫人。你叫什么？莲星。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？妹儿啊。咱不搭理他啊！看，哎呀，大哥给你逮什么来了？哦，哎呀，天下还是哥哥好啊！来，看看，大哥呀，都帮你骂回去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开心一点啊？开心了吧？行，那你看着，大哥先走了啊。小姐，夫人，小姐她叫夫人。二公子送的，方才没来得及给你。啊，好可爱啊！色泽温润，便于携带，陶瓷刀。
合适吗？哎，好看。柔软强韧，长鞭。还我！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脑袋里天天想着舞刀弄枪的？哎呀，真不知道妹夫把你派过来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有病！哎，你还说对了，就是有病。关键是这儿有病，还是这儿有病？拿去交差吧，让他吃点醋，别说我没帮你。怎么？感动了？笔还我。女人，你的名字叫无情。哼。侯爷。白青狼送阿芷的礼物，鸡腿、花果，他爱吃。锦旗，姑娘们都喜欢被夸。记得很好，下次不用了。是。侯爷准备好了。刚熬好的鲜花汁，不必了，处理干净。是，侯爷英明。嗯，啊，大哥，妹儿，大哥呢？怕你无聊，给你带了几个画本，解解闷儿。嗯，啊，一本。两本，三本。谢谢大哥。别着急谢我。其实呢，这些画本啊，都不是我抄的。嗯？妹儿啊，男人嘛，好面儿，你给个台阶儿，他不立马就滚下来了。要不，你也送个香囊？上元节送夫君什么礼物好？只要九块九，香囊包邮送到家。嗯，嘿，哼，谁要给他送香囊？这，走了。小姐，嗯，猜猜是什么？嗯，鲜花饼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你这脑子要是用在和离上，我们早就被休弃了。四丫头，你家小姐被休了，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嗯，啊，你夫君，你给我的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啊，小气鬼！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那不一样。二选一，
参观。谢谢夫君。甜吗？嗯，夫君你尝尝。嗯，很甜。你放开我，放我下去！都是做奴才的，你说你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？你少自以为是了。我，所以他真的今晚都拿着鲜花饼、啊。论吃货的自我修养，等一下，所以那盆红汤到底是什么？纪北后又杀人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可是连针都没碰过的人。我瞧着这个就很不错嘛。苏萧，你怎么看？小姐，你开心就好。叫夫人。对，是夫人。你是什么东西？雷欣觉得呢？不错，有眼光。怎么了？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这是做什么？奴婢真是没用，连水都倒不好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。莲心姐姐，苏秋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赶我走。苏秋从小就在小姐身边了，我离不开小姐。起来。莲心，你在做什么？放开苏秋。这是你做的。莲心姐姐，我知道你想当夫人的大丫鬟，看我不顺眼。可是，素秋从小就在小姐身边长大的，我不能离开。我把大丫鬟的位置让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赶我走。素秋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。别哭了。别哭了。是。既然认错了，那就去院里跪着吧。起来吧。苏秋没事了，苏秋不委屈，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赶走的。啊，苏秋没事，苏秋不委屈。你也会犯错？没有。那为何罚你？苏秋害我。小姐，
你可千万不要怪莲心姐姐，她只是想得到你的宠爱罢了。你也千万不要记恨狐狸，他把莲心姐姐送过来，不是为了监视你。你也太不小心了，疼吗？疼。呼一下就不疼了。夫君今日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？鸭舌。左右不会说话，不如拔了的好。好啦。对了，夫君，我房里有素秋伺候了，你把莲心带回去吧。啊，其实犯了错，总得先领罚。嗯，夫君说的有道理，那我罚完了，我给你送回去。嗯。妹儿啊，哟，这青天白日的，莲心姑娘怎么行如此大礼啊？来，不用那么客气了，来来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你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力气那么大？你练铁砂掌的呀？你看出来了？啊？哦，可不是嘛！莲心姑娘，可否赏脸教教在下？走，走。嗯，大哥单身27年，好不容易才有个看上的姑娘，若是拆散了他们，下一回遇上还指不定是什么时候。可是莲心还欺负素秋，若是让他进了白家的门，白家都得被他折腾散。怎么办啊？阿芷。啊。夫人，你这几根头发怕经不起你这么薅啊。夫君，你说一个人要是犯了错，他能改正吗？若是跟对了人，自然能改。嗯，夫君说的有道理。莲星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知错了。能改吗？能。那以后你就贴身服侍我吧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，回去好好看看。好。每日喂食我要抽查的，好看。是。莲星，你看这茶叶起起伏伏，像极了人生。起起落落落落落，并不是所有时候都顺意的，你要学会忍耐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莲香，好东西要分享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要分享。明白。莲香。莲香，莲香，我们去逛街。
足球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是不是足球惹夫人厌烦了？素秋，没有的事儿，你不要多想。那是你明明说要赶他走的，你看看，你看你现在眼里只有他。果然爱会消失，我失宠了，对不对？素秋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素秋明白了。阿芷被余生之欺负了。哎，二公子，小姐没事儿，只是他可能喜欢上魏尚之了。明日上一间灯会，帮我把阿芷约出来。我去，素清。辛苦你了。好的，二公子，奴婢一定完成任务。终于完成了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不相干。夫人，明日上元节，你可要回白府。爹娘年年都去看灯会，大哥也不在家，回家也没人。二公子在啊。不行，去见二哥的话，夫君又要无理取闹了。二公子孤身一人，想必很可怜。哎，要不这个送给二公子吧。哎，不行，我柜子里有平安符，你拿四个差人送给白夫君。好。侯爷好。若是侯府留不住你，明日便叫人把你抬回去。不劳烦侯爷了，奴婢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最好如此。阿芷。嗨。明日上元节，城西有灯会。是啊。明日上元节。我知道。你就没什么想送的？没有啊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嗯，另一只呢？拿。两只手一起。也没有啊。你起开。把东西给我。没有，就是没有。给你。笑什么笑？不许笑。夫人的刺绣果然是别具一格。嫌弃你就还给我。天下独一份的。
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明日灯会，一起去看。嗯。你怎么戴这个呀？不怕被人笑话？快摘下来。没人敢笑。可是你戴着，全城都要知道我秀工垃圾了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亲你一下，你就摘下来。嗯。可以摘下来了吧？喏。你耍赖！我哪里耍赖？你不许戴！那你再亲我一下。流氓！流氓夫人。卖香囊，看一看。你看那哥哥戴的香囊好丑啊！看一看香囊。那叫浪漫，你不懂。哎，我的孩子，你跑这么远干嘛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叫你不要带出来，你看，连小孩子都笑话你。人家说了，这叫浪漫。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呀，胭脂水粉。哎，糖葫芦，元宵花蛤烤全牛，花生瓜子八宝粥。元宵花蛤烤全牛，花生瓜子八宝粥。让让，都让让。小心点啊！看着点道，走。让一让啊，都让一让。夫君，你凑得太近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两个夫君啊？你好厉害呀！这公子太厉害了，这是二哥。阿直，连夫君都不认识了吗？剑北侯来了，快跑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哎，快跑啊！他方才是不是闻你这里了？闻的是，二哥，真是巧了，你也来灯会啊？不是，其实我是特意过来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看见那板车了吗？那边是吧？你们聊聊，我追车去了啊。是二哥呀，这香囊还是阿芷亲手做的。白侍郎妖精的是哪家小姐送的？阿芷，怎能这般护短，连旁人看一眼都不让？那是织锦阁叶家的吧？确实是出自叶家。叶家虽然是商户，不过不打紧，只要二哥喜欢，我们待会儿便回去禀明爹爹娘亲，改日请媒婆上门。
夫人所言甚是。白侍郎也不小了，哦不，二哥。是叶家哪位小姐？是叶家大小姐。我心意小姐许久。叶家。二哥，您知道我学功不行，还拿未来嫂嫂的跟我比。青郎。爹爹，娘亲。不打扰侯爷雅兴，行了，我们走。走走，阿芷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夫君，夫君。哎，你去了暮云三年，一点长进也没有啊！白芷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居然对她这样。你知错不知错？我没错。你还敢嘴硬？方才示下，全了我们的父子之情。我把阿芷交给你们，不是让你们把她往火坑里推。都是为父的错呀。哎，父亲，其实我同阿芷不是亲兄妹。如今内忧外患，朝堂未稳，何以为家呀？青郎，男儿当志在四方啊。是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杀了魏冕，为叶家军报仇。有你血债血偿。号外号外，叶家军惨死的真相竟然是……哎呦，竟然是粮草未到，是哪个杀千刀的畜生？千万别让我抓到他！怪不得叶小娘君死的时候，胃里头全是烂树叶，畜生！简直是畜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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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叶家军报仇！为叶家军砸了这破侯府！小姐，外头都在传，说叶家军战死是因为老金美侯克扣军粮。真的？外头都传开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就快跟他和离吧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连累白家的。可是，哎呀，其实挺好的。哎，你就别可是了。哎呀，其实什么呀？坐下，拿着，来。容我再想想吧。哎呀。你在做什么？这不是二哥的。小姐看看就知道了。
很抱歉让你看到这封信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你我都不是白家的亲生子，你本姓叶，是叶将军的女儿，我本姓林，是军中副将之子。当年慕云逸原本可以大赦还朝，却因为魏敏勾结敌国，刻骨临走。我父亲拼死送你我二人离开，一路被追杀，父亲身亡，我带着你一路逃到了承恩寺，遇上了欺负的白夫人。至于后来的事，你就都知道了。终于，叶将军决心不等了，他勒紧裤腰带，披挂上阵，直至奋战到最后一刻啊！那战场上啊，一片血呀，断肢残垣，黄沙漫天，就连叶将军身上都被扎成了刺猬，他手中的旗帜依旧高扬着。叶夫人在城墙上纵身一跃，以身殉城，残阳如血，军旗迎风飘扬。就在西凉狗即将砍倒那旗帜的那一刹，只听唰，一支箭带着呼啸风声而至，终于援军到。让开，夫人请回。是魏尚之让你拦我的，所以他早就知道，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。你早就知道，对吗？你这样很有意思吗？阿芷。你听我说，听你说你爹是如何割口粮草害死我父母兄弟，还是听你说你是如何把持朝政滥杀无辜啊？阿芷，你冷静一点。好，我冷静。不是你要我冷静的吗？你撕一方，我便写一方；你撕十方，我便写十方。白芷。何离，你休想！照顾好夫人，若是少了一根头发，唯你是问。放心，爹、娘亲、阿兄。阿芷给你们报仇，
来，喝点粥。有没有躺着？当初叫你用它，不是让你用来伤害自己的。首先呢，刀鞘是伤不了人的。阿芷，你若敢死，我便让整个白家为你陪葬。你敢？我们这些做奸臣的，鱼肉百姓，陷害忠良，不是惯会这些。明日出嫁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就快跟他和离吧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连累白家的。莲星，去请大夫。激活攻心，有些低烧，按方子服药即可。侯爷，您的伤不碍事。哎，阿芷，你最好祈祷自己没事，不然我就杀光白家人。还有那个苏秋，你听到了没有？阿芷，我宁愿你永远不醒。吃饭，苏秋呢？他没事，让他过来。不行，把苏秋还给我。届时我会让苏秋，还有整个白家为你陪葬。何耀。那素秋，好好待着，
你若出事了，白家也没必要存在了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就懂吗？早就让你多说几个字，你看，现在想说都说不出来了吧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魏尚志没把你怎么样吧？爹娘怎么样？还有二哥。二哥也没事吧？阿芷，家里一切都好，素秋也好着呢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近几日啊都圆润了不少。只是妹夫他……素秋在哪？他没事，就在屋里呢，只是不让出门而已。莲星，扶阿芷回去休息。阿芷，这是你二哥让我带给你的。好可爱啊。我看好的爱情不能碰上。你杀我主公。那个阿芷，这件事儿呢，我真没法跟你解释。但是，妹夫他真是个好人。冲动是魔鬼啊！这个呢，就是。哟，哎呀，今儿天儿不错啊。嗯，哎，论业务能力，还得是素秋。那你上？那你上？阿芷，且再等三日，三日后，你若还想要我的命，我自行了断。你别碰那些，当心伤了自己。你走。我不想看到你。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偏偏是你的父亲？这杀千刀的未免，不给粮草，还不给援军，这才害了叶家军。就是魏尚之杀了我七舅老爷，你隔壁邻居家的女儿，我可怜的七舅老爷，隔壁邻居家的女儿就因为我儿子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结果就被砍成了两半，还没拖出去喂狗，我可怜的儿啊！你有儿子吗？
我养的小黄鸭就是我啊！杀了靖北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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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！砸了靖北侯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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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了靖北侯！给我砸！杀了靖北侯！杀了靖北侯！血祭叶家军！杀了靖北侯！血祭叶家军！砸了靖北侯府！血祭叶家军！侯爷，查到了。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？天知地知，还有侯爷和属下。对了，侯爷，还有假传圣旨的事情，幕后之人也查到了。拿去烧了。侯爷，也是时候了。侯爷，属下替你不值，凭什么？是非功过转头空，你管旁人做什么？时辰到了，北车入宫。是，侯爷英明。是死局，圣上这棋局布得不错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落子无悔。既如此，朕知道了。为君之道，必心存百姓，制衡朝廷。圣上出师了，魏商之告辞。来人，拟旨。侯爷英明，川谷定不辱命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未免贪赃枉法，克扣军粮，致叶家军惨死。魏商之残暴无度，德不配位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褫夺侯爵，打入天牢，择日处死，以儆效尤。白家女白芷，实乃叶尚宇将军遗女，封永乐县主，赐靖北侯府为县主府，准其与魏商之和离。白家二子白青郎，准其恢复本姓林，封定远将军，择日出征西凉。钦此。等等，奸杀淫掠，无恶不作，这些罪名你们又从何得知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多一条少一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带走。
不要，夫人，他会怎么样？不会死。你倒是熟练，林将军过奖。别以为招认了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。你们魏家欠的债，都由你来还。疼不疼？叶家军当年受的苦，是你的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。我知道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照顾好阿芷，不劳你费心。林家世代为叶家而生，我便是为阿芷而生。少了几辆手家。不也？你就没别的话想说吗？魏老头，当初你把整个大周交给我，坑了我这么久，我还你一次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，很公平吧？你个小兔崽子，给老子站住！公平个屁！好爷，西爷把我带回来了，得知道珍惜。县主，小姐，啊，书拿到了，嗯。你说你这是板着个脸做什么？你还笑得出来？哟，哎，你一次还能说这么多次啊？我没心思同你玩笑。
要不我肩膀借你哭一会儿。你没事儿吧？阿芷。阿哥，你这样子真好看。我不是你亲二哥。阿哥，吃个葡萄吧。阿芷，我不是你。阿哥，你是从天牢回来的吗？我要见他。阿芷，你想什么？你难道想让叶将军的在天之灵都不得安息吗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真相就是他已经认了，白纸黑字。算算时辰，毒酒应该到了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今生别再相见了。哎，姑奶奶冷静。放屁！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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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狼，让阿芷一个人静一静吧。川谷，川谷，你怎么了？奴才恭送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你当真想好了？放肆！本县主也敢来！下次都行。
多少个下次都行，为什么是你不要死？夫君你不要死，大夫，请请大夫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经查明叶家军阵亡一事另有隐情，与卫冕无关，魏商之一案诸多疑点，待查明后再行定夺。杀了李成军，血祭叶家军，杀了李成军，血祭叶家军，杀了李成军，血祭叶家军，杀了魏商之，血祭叶家军，杀了魏长生，杀了魏长生，杀了魏长生，县主，把那狗贼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，无人清白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这些消息是买的，是买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看你是叶将军的女儿，我们才敬你三分，没想到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我看你是被那个奸臣迷了心智了，你！但我不许你们这么说的，滚开！不许你们这么说的，给我滚！你们凭什么无凭无据这么说他？杀他！滚！杀了魏长志！滚！杀了魏长志！杀了魏长志！打！打！打他！扔他！打他！阿史，大哥，连你也凶我。相信我，真相一定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日的。小姐，大公子，小姐，二公子，二公子他不见了，他会不会去石南家啊？你救救他吧，他就只有你了。
未免为叶家军报仇。父亲，当年你犯的错，差点让儿子错坏了呗。报错了仇，夫人。多感人的画面呀、啊！将军放心，夫人在我府上过得很好，只是尊夫人有些不小心，才误食了我府上的毒药。你，不过将军放心，在下已经派人去取解药。老贼，我夫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嘘，不要吓到夫人肚子里的胎儿。侯爷，可说话算话。当然。哼。将军留步。对了，在下忘记一件事，解药只有三日有效。青楼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遇到事就要自杀，谁教你的？他，白小文，抱歉，没大没小。叫大哥。细粮都打到家门口了。将军，不会想撂挑子不干了吧？请。唉，算了，没救了。出去！莲心，再去给我请。算了，还是再抢救一下吧。我父亲到底怎么了，大夫？没救了，还是准备后事吧。那你不许死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
严星，再给我请600个画师。是。夫君，夫君，你怎么样？哪疼？你别看，他们瞎说的，别理他们。沐浴，你也要跟着吗？啊。又不是没见过，要不我帮你擦背吧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疼吗？我没事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什么？救命之恩，自当以身相许。少爷，你在干嘛呀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来人了，快叫少爷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救少爷！等等，你对你前六任妻子也这样吗？渣男，你犹豫了。严星，属下在。打死你个花心大萝卜，让你娶六个老婆。你干什么？侯爷让我来看看你。你居然能一次性说那么多次啊！告诉你个秘密。啊。我是他第三任夫人。你。要不要听故事啊？嗯。坐好。我是个杀手，但我也有我的原则。我只杀恶人，每天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常常朝不保夕。唯一支撑我能熬下去的，就是有朝一日杀了大周最大的奸臣魏商之。终于有人找上我。然后呢？我说了，我也是有原则的，我只杀恶人。他不是恶人，我便不杀他。身手不错，他给你多少钱，我出双倍，不如替我办事。嗯？呸！魏尚之，你丧尽天良，不得好死！他不仅不是恶人，相反，没有人比他更在意大周的江山社稷。他背负了所有恶名，从先帝驾崩的那一刻
他就做好了带着所有罪名去赴死的准备。与其他魏家所有人都是这样。如今陛下十六了，他深知时机已到，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先铺路。所以他隐瞒叶家战亡的真相也是一心求死。是也不是，他有私心。因为我若是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您内心做的，再来一次这样的打击，他怕你受不住。骗子。好，我是骗子。为什么不解释？为人立事，但求无愧于心，旁人怎么想与我何干。你别乱来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。阿只是觉得我不行。我没有，别胡说。那就是行了。不知羞。阿只，我觉得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牧野也活得够久了。夫君，我等你回来。嗯，把我也带上。哦。明日大婚，穿什么好呢？号外号外号外，侯爷又上了。上了。这侯爷一杆长枪，虎虎生风，林将军一挽剑，剑气如虹，白校尉甩鞭是如走游龙啊。侯爷是带军直捣黄龙，
直接砍下了那牧野老贼的项上人头啊。好，好。林将军和白校尉两面包抄，只打那群西凉狗啊，那叫一个落花流水，是抱头鼠窜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好好。好。还能找到失手的叶家军，都埋骨于此。是。老侯爷带人去找的失手。是。不想让他们死后被打扰，所以没有立碑。他的前六任夫人不是探子就是死士，一心求死的都被他杀了以儆效尤，还能挽救的就都放了。那他们有没有什么？林星，我发现你跟大哥待在一起都学坏了。我哪有，你别胡说。你害羞了。陈阳到底有没有嘛？没有。哼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想我吗？想。我天天去听叔叔先生说。你这样。我很没有面子的。那我走。哎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欢迎回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白玄玉敌有功，封定安侯，赐定安侯府。定远将军林青郎御敌有功，加封暮云城守，赐叶姓领叶家军。魏商之领兵出征，大败西凉，官复原职，赐婚永乐县主，择日完婚，亲子。吉时到，起轿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敬茶。
爹爹，岳父大人请喝茶，娘亲请喝茶。妹夫，还有大哥呢。大哥，去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乖女婿，别理他啊。莲星，你看他们都欺负我，嘤嘤嘤。滚。夫君，夫人，好啊，这只夫妇是真爱，我磕到了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星月今日发糖了吗？你好好打一架，不许让我。哎，你把那秘密武器先放下。嗯，哎。哎，你说我妹儿都结婚两次了，我这个当哥的也不能落后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嫁给我？打赢我再说。真吓人。叶伯父，青狼替你报仇了，协令各地求和，换得50年太平。如今国泰民安，百姓和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将军，那次假传圣旨的事儿，真的是你做的吗？若非圣上亲许，我哪有这个胆子？魏商之这个人，难怪我大哥这么向着他。将军，听闻县主有了身孕。是吗？不是便要生产吗？挺好。将军，你不回去看看吗？不了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哎呀，一对龙凤胎。夫人。夫君。我在。我在呢，啊！螃蟹、薏米、糖葫芦、桂圆、荔枝、冰酥酪，把这些你不让我吃的，全给我上一遍。好，是。